上长城一线牵，滔滔海峡万顷浪，风帆千年。这是我的山，这是我的海，这是我世世代代的家园。算不两岸放一个祖先，雪海相亲万万年。哎呀，郑大师啊！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想死我们了。太师，好长时间没见了，你宝刀依然未老，英武不减当年呐，没法相比了。想想咱们15年前在台湾起兵的时候，是何等年轻，何等的无所畏惧啊！一晃15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、啊。如今太师已经是拥兵10万、船舶千艘的海上霸王了。霸王不敢当啊，啊，这不荷兰人就不认我这个海上霸王，照样克扣咱们的税款呢。知道我为什么来吗？太师是来帮助在下教训红毛鬼的。对，我要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魁一，太过分了，他已经8个月没有给我交粮饷了。哎，我知道其实你压力也很大，可是这年月真是内忧外患呐。现在清兵入关以后，势头很盛，已经兵临仙霞关了，眼看福建战事将吃紧，我是急需粮饷。现在清政府的军队已经逐渐对福建形成了包围，郑芝龙目前根本就没有力量顾及台湾，现在是我们荷兰人彻底征服台湾的最好时机。要记住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愿你成功，我的孩子。你一定要记住，魔鬼也有可怕的力量。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郑芝龙登陆了。啊，郑芝龙来了，他带来多少兵船？只有1艘。啊，那就好。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怎样对付这个狡猾的敌人。哎，清兵入关以来，秦淮名花柳媛媛已经庇护谢客1年。今天，他得知我黄岩要挺身而出为国赴难，
依然付出江湖，为我卖身筹措一款。此等一举，感日月，动天地。是啊，望各位父老乡亲慷慨解囊。不论今日是否筹得钱款，明日我黄岩都将赶赴沙场。今天我们见识什么是倾国倾城的美女。你见过柳圆圆？天下见过柳圆圆的可是屈指可数啊。柳圆圆呢？柳圆圆不出来，谁肯捐钱啊？就是啊，出来了，我们出来。四弟，别看了，咱们赶紧逃命吧！我这怀里还揣着银票呢。哎呦，漂亮啊！现在清兵蹂躏我疆土，屠杀我百姓，奸淫我妇女，掠夺我财宝，我黄岩痛念国耻，欲行春秋大义。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你有气节，给。多谢公子解囊相助。就是。太兄，把银票拿出来。孙弟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一张可是2000两黄金啊！我南京商行一年的总结款才5000两。哎，我郑家的银票就是要派上大用场的嘛。我郑森捐2000两黄金，助黄义士北上抗清。这位公子，请你再说一遍。我孙弟，你疯了？这可是2000两黄金，你阿爸要知道了，咱们两个都得被砍头。我自己做的事不用你管。哎，公子且慢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。你的2000两黄金在哪儿？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我郑家的银票，可以随时在任何商行兑换黄金。请问公子来自何方？本人郑森，福建郑家大公子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郑芝龙太师的大公子。郑大公子，咱们还是躲一躲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等一等，打朗乾坤，我倒要看看清兵能把我怎么样。清兵正在四处搜捕捐款抗清的义士，公子还是快避一避吧。我得先找到我堂兄啊。哎呦堂兄，这些银票千万不能落在达子手中，咱们先溜走。堂兄，堂兄，哎呀！堂兄，快跟我走，走！堂兄，站住！刚才就是你嚷嚷着捐钱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！走！哎，走！你敢抓我？快走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走！我是郭子坚的太学士。走！哎呀，我走！站住！走！快走！老实点，走！老实点，你们放开郑公子！哎，大美人，老子看你长得漂亮，所以舍不得杀你。你说怎么报答我呀？啊！侮辱女子算什么本事？哼！你叫我一声爷爷，我让你看看大爷我怎么玩金陵的美女。来吧。阿爸，大胆秃驴，快去！让你们见识一下大明义士的厉害。郑大公子，受惊了。没什么，感谢黄义士救命之恩，黄义士武艺高强，在下佩服之至啊。哎，你捐给我2000两黄金，我肯定要救你一命嘛。请公子和我们回桃花坞避一避吧。不行啊，我要去找我的堂兄，他身上还有银票，万一遇上清兵。还有银票啊？哎呦，那可危险了，我陪你一块去救他。走啊。
哎，郭将军啊，那是什么呀？啊，太师，那就是红毛鬼新建的城堡热兰遮城，还架起了很多大炮。是啊，看来他们是想赖在台湾不走了。我记得当年红毛鬼用一块波斯地毯就欺骗了我们，建成了现在的台湾岛。一块地毯？对，我们和红毛达成协议，红毛鬼借用一块波斯地毯大的地方安顿下来做生意，没成想红毛鬼把波斯地毯拆成线，足有好几里路那么长啊。那都怪我当年太大意。太师，荷兰人阴险毒辣，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小心谨慎啊。荷兰鬼都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怕他们干什么？郭将军放心，澎湖海外有我强大的水师，红毛胆敢轻举妄动，我郑家军几个时辰就可以赶到。我才不怕红毛鬼呢，我台湾岛有无数的百姓，不管是汉人还是山民，我们拿起武器就能跟他们作战。瞧你们俩说的，好像我们马上就要跟红毛鬼拼命似的。我真想跟他们拼了。我肯定会打红毛鬼的，但不是现在。那个领头的就是奎因。就是当年在廖罗湾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小奎一吧？是啊，他现在是荷兰人派驻在台湾的总督助理。把剑给我。是。太师。哎，太师，你这是？我要通知奎一，他的老朋友来了。哦。总督助理先生，不好了，你看。啊。是海峡对岸的老朋友郑芝龙来看望我们了。总督助理先生，我建议立即把这位郑芝龙抓起来。哼，你懂个屁呀！郑芝龙是个魔鬼，他们的家族具有中国最强大的水师，就是在台湾，他也能蛊惑汉人和山民跟我们对抗。长官阁下，你把这位中国人神化了吗？那我让苗南石丁中校告诉你郑芝龙是怎样的恶魔吧。中校和我一起经历过廖罗湾战役那场噩梦。贝德尔上尉，总督助理先生对郑芝龙的评价是很准确的。我希望各位在这期间不要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，更不能让郑芝龙抓住什么把柄。我现在不想打仗。贝德尔，你需要忍耐一下，当然别忘了盯住郑芝龙这个老狐狸。跟这位具有狮子一般凶猛和狐狸一般狡猾的老对手打交道，可不能意气用事。吁！你是郑森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是大明朝礼部尚书沈全七。郑森，你跟我来，有缘要见你。站在你面前的是大明朝唐王朱玉鉴。
在下郑森，福建郑志龙太师的长子。我全都知道，你还是南京国子监的优异学士，你上来吧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很久了。为什么要等我？在我大明存亡之秋，天下百姓命悬一线，可到处都是平庸自私之辈，无能为所之人，唯有你郑森天资聪颖，命定不凡，上天才选择了你，洪福天道，兴我大明。可我什么都不会啊。上天可以把一切都传授给你，你只需要有一颗赤胆忠心。啊，有胆量的人多着呢，我在南京就见了不少。可他们是凡人，你不是凡人。我不是凡人。清兵追上来了。啊，沈大人，你和唐王先走，我去阻挡清兵。记住，去福建找我父亲郑芝龙，他会帮助你们的。公子能挡住他们吗？放心吧，唐王都说了，我不是凡人。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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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问阁下。在下丐帮帮主陈永华。在下郑森，多谢陈帮主救命之恩。公子不必客气，行侠正义是我丐帮的本分，在下告辞了。且慢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不仅仅救了我，你还救了唐王。如果陈帮主不嫌弃的话，请你留下来和我一起共创大业，洪福天道。唐王说了，我不是凡人。哼，唐王朱一剑的话我听见了。请问郑大公子能容忍我丐帮吗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丐帮行走江湖多年，救了无数的凡人，也救过无数自命不凡的人，可是天下之大，没有人能容下我丐帮。那是他们不识英雄。太祖是英雄吗？可他江山未稳就要清除我丐帮。万历是英雄吗？就因为张居正临终前一句戏言就杀我十万兄弟。崇祯是英雄吗？吊死在煤山前还不忘诏命通缉我陈永华。当今清朝儿皇帝顺治也知道欲平天下先除丐帮。我郑森愿与丐帮兄弟结为知己，患难与共，生死相随，若有失言，命同此剑。好，我陈永华愿以死相随，和公子共创大业。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清兵又杀过来了。检察官，形势万分危急，现在只有你父亲郑芝龙能挡住清兵，你现在必须赶回去搬救兵，一旦县下关被攻破，闽粤两省可就全完了，清兵由我来对付。我马上回去。来来，小姐，哎，快，哎，快，用力！哎，森儿，三叔，你来干什么呢？啊，三叔，我阿爸呢？到台湾去了。去台湾干嘛？海峡那边出了点乱子，荷兰人的势力扩张得很厉害，郭怀一有点吃不住了，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收到税银了，你老爸只好亲自去一趟了。三叔啊，清兵打到县下关了。再不派兵增援，县下关恐怕会失守。你给我一艘兵船，我要上台湾找阿爸，让他发兵县下关。给你一艘兵船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没有你老爸的命令，我连一块山板都不会给你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清兵打到哪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。你给不给我船，我都要去台湾。你回来。
马上就要起风浪，你过得去吗？三叔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凡人，我不怕风浪。小毛孩子信口开河，谁说你不是凡人了？唐王说的。唐王？就是那个丧家犬朱玉剑呐。大肚子跳海了！啊？在哪儿啊？曾儿，哎，哎，回来！曾儿，回来！哎，在那儿呢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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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我到台湾了，啊！你们非法停靠荷兰王国的港口，必须缴纳靠岸税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扣押你们。啊，口气不小啊！啊，你过来，我交给你。喂，你，哎，哎，啊，你，嗯，别动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这台湾岛是中国人的，是我父亲郑芝龙的，也是我郑森的。我要在自己的领土上杀了你这个红毛，易如反掌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狡猾的家伙拒绝我们的例行检查，还偷袭我。哼，在我自己的领土上用得着偷袭你吗？是你自己太笨了，被我抓住了。公子能否先放了贝德尔先生？你叫他们都后退，我放了这个家伙。我是奉奎一先生的命令执行公务。我不知道什么奎一奎二的，我只知道这个台湾岛是我们郑家的。你们郑家？通事大人，这位小爷是郑芝龙的大公子郑森。告诉你的士兵，我们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们这样回去，我怎么向苗南士丁、中校交代呢？是郑芝龙将军的大公子，奎一先生有吩咐，任何人不得和郑家的人发生矛盾。我们走。走，回去告诉奎一，我郑森来台湾了。干干干啊！好，郑太师真是豪爽啊！是啊，我郑芝龙不懂什么客套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就该吃个痛快，喝个痛快嘛！啊，我们干，来，干，请。哎，卡麦长老啊，我记得你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，那个时候咱们在一起喝酒，她是边跳舞边唱山歌啊。啊，你说凯音啊，嗨，都长成大姑娘了。听说郑太师要来啊，一大早就和阿甘上山去了，说是要打些野味回来，让大伙儿尝尝鲜。啊，打猎啊？哎，那我郑芝龙在以前可是一把好手啊。猎物还没出来呢，看你紧张的样子真笨。和美丽的凯因在一起啊，我的心跳比狩猎的时候还要快啊。
哎呀，看来上帝要赐给我们一顿丰盛的晚餐了。快快快，把这只鹿抬走。住手！这鹿是我射住的。啊哈，凯因小姐，怎么，你也想要这只鹿？这样吧，晚上我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当然了，我把鹿也送给你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把梅花鹿送给我？你别白日做梦了，这只梅花鹿本来就是我们射中的。哼，是我先发现的。是我射中的。看清楚吧，这可是我们高山族的箭。这还不容易吗？你可以取出铅弹看一看，现在可是我们荷兰人的铅弹呢。中校先生，你怎么连一点脸皮都不要？郭将军，鹿是我们射死的，可荷兰人偏不讲理，你得给我们主持公道。这位就是卡麦长老的千金凯因。哦，这位是苗南石丁中校。这位是郑芝龙，郑太师。郑太师，郑太师，请你给我们做个公断吧。好，我郑芝龙就来给你们断这个案。父亲且慢。孙儿，父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你的呀。这头鹿是山民射中的，刚才我在山坳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哎，就是这个小伙子射中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哈，这太容易了。你们看，这只鹿脖子上的箭伤已经发黑了，血也干了，可是这鹿屁股上的枪眼还在冒血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哼，我们走。这件事情，我要向奎一先生汇报。孙儿，干得不错，是父亲大人多年的教诲。孙儿，你跑到台湾干什么？哦，我刚从南京回来，清军围剿县辖关，形势十分危急，请父亲马上派兵增援呢。打仗的事用不着你操心，我叫你从南京回来，就是想让你继续潜心攻读，书读不出来，谈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？父亲，大公子来到台湾，也算开开眼界。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，也许哪天能派上用场啊。好吧，走吧。郑太师真豪爽啊！好酒啊，卡麦长老。这是我的大儿子郑森，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。大公子还记得我吗？卡麦长老，你好。哈哈哈哈，十年了，你还记得我？大公子真是好记性啊！当年大公子从日本回来的时候，路过台湾，才七八岁啊。孙儿现在已经成家当父亲喽。阿爹啊，阿爹啊，今天要不是郑公子帮忙，女儿没有礼物献给阿爹了。啊，长老快放下。放下。愿神赐福给我们的勇士阿根。
这是我答谢你的。哎，凯爷，大公子是读书人，不要太为难他啊。是我这个女儿太野啊。请。公子，跟我去跳舞吧。哦，我不会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哎，森儿，你在这儿就得听人家的。你呀，和凯英姑娘一起跳舞去吧。哎，去吧，去吧，走吧，去吧，走吧，公子。姑娘们，小伙子们，跳啊，唱啊！来，跳起来！来，来，三儿，三儿，你给我过来！父亲，找孩儿什么事？听说你把我商行的2000两黄金捐给什么抗清义士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孩儿是捐的钱，不过不是2000两。我说你也不会这么蠢吧？孩儿把南京商行的5000两黄金都捐给黄义士了。什么？你好大胆子！你拿抗清当幌子，分明是捐给那个什么烟花女子。5000两黄金呢？来人，在，把这个逆子给我绑了。是，父亲大人，孩儿不是去讨好柳媛媛，孩儿的确是捐助皇爷北上抗清的呀。我们捐钱给他抗清，与其捐钱给他，老子还不如自己去把他们给收拾了。这是存亡之秋，民族大义吗？都是屁话。郭将军，末将在。这5000两黄金在台湾是几年的税收啊？大约5年。那好，那就把森儿在台湾关上5年，也让他知道知道这些黄金不是满地捡来的。父亲大人，正太是卡麦长老，我们的总督助理奎一先生希望在这美好的时刻和正太师共叙友情，为台湾的繁荣和发展进行谈判。嗯，什么总督助理？有什么事叫他们到将军府等着去。就是当年我们的手下败将奎一。哎，我们不扫太师的雅兴。其实奎一愿意在将军府等候太师。好吧，那就让杨将军陪你们去吧。请。父亲大人，奎一既然来了，请让孩儿替父亲大人前去谈判，将功补过。你知道跟他们谈什么？掌握分寸，据理力争，让荷兰人知道台湾是我们中国人的，必须给我们交税。太师，嗯，让大公子去吧，正好杀杀荷兰人的威风。也好，他一个助理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判？对，对付红毛鬼，我儿绰绰有余。谢谢父亲的信任。大公子到。杨将军，父亲喝酒还在兴头上，让我来与总督助理谈。好，大公子请坐。大公子能全权代表郑太师吗？总督助理先生能全权代表总督吗？郑公子，
我正准备渡海去福建看望你父亲，专程给你父亲送一份礼品，但是听说他来台湾了，哈，真是凑巧得很啊。来，把给郑太师的礼物抬上来。我中华地大物博，谁稀罕你的这些礼物？况且你今天来这里，也不会为区区送礼这件事吧？我们是为了表示荷兰王国对郑芝龙太师的敬意，我们对贵国向往已久，我们希望与你们一起为台湾的繁荣做出贡献。你们的贡献在哪儿啊？是毫无顾忌的大肆掠夺，还是野蛮逞凶的疯狂抢劫啊？请郑大公子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嘛。自从郑家军走了之后，是我们开发了台湾，把一个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宝岛。今天我真诚地来拜访郑大将军和大公子，也是希望和郑家军精诚合作，利益共享。我来提醒总督阁下，早在三国时期，吴国大将魏温就已经率领人来到台湾，其后的十几年，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开拓台湾。尤其是我父亲，他率领汉人东渡台湾，与高山族人民一起开拓台湾十几年，才让台湾有了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何曾有你们荷兰人一丁点功劳啊？我想你也不至于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吧。台湾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我们之间的自由贸易。自由贸易？我们郑家在海上做生意的时候，这海上根本没有你们荷兰人的影子。十几年来，我们一直和各国通商，台湾的发展得益于我们的商船，我们一直和你们有贸易往来。但是你们不要忘了，你们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做生意，你们无权向中国人收税。我的属下是很克制的，据我所知，我们从来没有侵犯过郑家的利益，也没有侵犯过高山族的利益。你们连年向台湾的汉人和山民征收重税，我们的镇台大将军郭怀一几乎收不到税，就连我乘坐自家的兵船前来台湾也被你们刻意重税。山民射中野鹿，被你的属下，哦，就是他，还据为己有。那我请问你，这不算损害我们郑家的利益，不算损害山民的利益吗？有这事儿吗？我们荷兰人与你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，有一点点误会是难免的。我盼望的就是公平的贸易环境，我来不是与你们结怨的，我真的希望和你们郑家恢复以前的亲密关系。好，开箱子。送给我们这些东西，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。黄鼠狼和鸡，什么意思？郑大公子的意思是说，你送这些礼物来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，就像狐狸要吃小鸡似的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大公子完全曲解了我们的好心。我完全明白你们的意思，你送给我们这些王冠和王杖，是想毁掉我们郑家的名声。大公子，大明皇帝已经死了，天下大乱了。贵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乱世出英豪，以你父亲的才干和实力，他完全可以在中国东南一带称王。这王杖和王冠是本国政府特地为你父亲准备的。我父亲乃大明臣子，纵使拥兵百万也不可能僭越为王。这王杖王冠你拿回去吧。父亲，我倒要看看你给本大将军带来了什么样的宝物啊。不错，你们荷兰人也懂得给本大将军送礼了啊。有这份诚意就好。嗯，郑大将军，这是寄托了我们荷兰王国对您的期盼。废话少说，你们的小心眼我还看不出来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
如今西洋各国都懂得给我送礼，你们这份礼我可以收下。我的老规矩是不能变的。那是那是，刚才大公子给我提出了很多意见，我们一定会遵守规矩。总督助理先生，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原则。大人这次来，恐怕不只是故地重游吧，而是要养足精神，准备冲天而起吧。奎一先生，你连中国的揣摩术也学会了。不过本大将军这次故地重游的用意，你恐怕还没有摸透吧。大将军的心思像台湾海峡一样深，我怎么可能摸透呢？本大将军这次是专门来警告你们的。奎一先生，台湾是我父亲率领军民披荆斩棘开发出来的，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地，你怎么能趁他不在的时候擅自在热兰遮城建城堡？我们的公司是为了方便做贸易，就效法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的做法，向你们借一块沙洲盖了个城堡。沙洲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，你们要在这里暂居做生意，必须向我们交租纳贡。是是是，我们一定按时缴纳。不知这次郑将军回来准备长期住下，还是你是盼着我快点走吧？没有这个意思，台湾是你们的，你们来去都要看你们的意愿，我可以今天来只是来聆听大将军的指示。本大将军知道你们早已有悔改之意，也为了跟你们保持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，对你们擅自修筑城堡一事既往不咎了。但是今天我要跟你们约法三章。第一，崇祯十三年，本大将军在金门廖罗湾一战打得你们荷兰人屁滚尿流，并与你们伯格长官达成了海上航行和对日贸易互惠的协议，这些你们必须认真的执行，每年继续向本大将军纳税。这个协议我们一定遵守，从来没有，今后也不会拖欠任何应缴的税金。第二，你们除了赞助热兰遮城，不许再侵占本大将军的任何领地。请大将军放心好了，我们不但不会侵占你的领地，而且还会保护你们这里的一切利益。第三，不许欺负在台湾居住的所有中国人。我们一直想跟这儿的中国人友好相处，公平贸易。这三条约法你们务必遵守，如有违犯的话，休怪本大将军无情。我们荷兰人非常信守诺言，本大将军不在的时候，台湾的一切事务由郭怀一代理。是，郭将军，我们今后多多联络，亲密合作。宋科。越走越近，让海风吹梦，浪涛平息，看阳光沙滩这样静谧。越走越近，想着心中回忆的你，走上前去，把你轻轻拥在怀里。擦干你的泪水，说尽千言万语，撩开你的长发，惊叹你的美丽。
情。